작은 일기장 먼지를 털어내 문득 펼친 곳 그 속엔 해맑게 네가 있어 아직 넌 그대로 양州 牡丹江 常德 长沙 我来自海南 欢迎来到腾讯名人坊，我是佑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有12位花样美男。他们从去年2012年4月出道至今呢，以优越的长相，还有这个不俗的唱功，以及他们的舞技，征服了我们的乐坛。今年的5月份呢，他们华丽的变身为狼族少年，再度回归到大家的视线当中。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韩国超人气男团 EXO， 欢迎你们！大家好，我们是 EXO。哇，欢迎你们。然后今天其实有很多的网友在看我们的节目哈，然后12位，我们一开场我们挨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EXO 的博璇，谢谢。Too simple， 太简单了吧。你要一句话让大家能够立马记住你。大家好，我是 EXO 的 Eyeline 博璇，我爱你。哇，好，有见博璇，欢迎你来。大家好，我是 XO 的治愈独角兽泪。欢迎泪。大家好，我是 XO 的主唱第五。哦，中文很厉害。大家好，我是 XO 的妈妈你的叔父。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包子徐明。欢迎我们的包子。大家好，我是 XO 的晨晨。欢迎晨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爱的 AB Style 好。哇，欢迎你好。大家好，我是 XO 的 Baby 巨神。哇，欢迎 Baby。 大家好，我是 XO 的吴哲凯。欢迎凯。大家好，我是 XO 最开朗最讲义气的鹿晗。欢迎晗。大家好，我是 XO 的 Baby Wolf 灿烈。欢迎小狼。小狼。大家好，我是 XO 的 Chris。我是爸爸。哎，爸爸怎么没有跟妈妈坐在一起呢？被抛弃了。哎，其实你们私底下就是关系分工也是这么分工的，两个队长，然后就是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然后都照顾这些小狼们，是不是？네일반생활에서도엄마아빠를낳는데요네제가엄마라서뒤에서얘기를많이하고챙겨주고하면은크리스가앞에서뭔가잘못을했을때카리스마있게所以就是 Chris 是组外的，然后苏虎是组内的。哦，所以你们在宿舍的时候，苏虎是会帮你们，比如洗衣服啊、做饭呐、啊，就照顾你们的起居这些。偶尔。洗衣做饭不至于，但是照顾成员会。哦，所以他照顾成员有没有让大家特别窝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照顾你们，让大家感到很感动，有妈妈的感觉。啊，应该是他给就是我们。释放我们的压力吧，让我们不会有那么大压力面对这种舞台之类的。对，刚才有写一封信，然后给我们每一个成员一人都有带来一个他的想法一句话，然后特别特别的感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是爸爸。哦，这么后知后觉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给每个人都写了一句话吗？大家都还记得他写了一些东西。对，记得那个他跟我说，他说看我在舞台上转那个，因为我是做那个难度动作嘛。他说每次看我做难度动作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然后我很听他的话，很爱。哦，所以就很乖的，然后又很卖力的小狼。啊，对。其他的人呢？지금생각나는거는뒷목이정말참탐스럽다고했거든요저에게제가수영을항상수영한테장난치거나놀리면수영이항상제뒷목을때리긴하는데네그때마다뒷목을때리는데그때편지내용에서제일기억나는거는백현아너의뒷목이참탐스럽구나라고말을했어요그게제일기억나요어所以他打他后脖子是怎么个打法是直接就那啊
可是一个路你可以从我这边车了。但是如果妈妈跟爸爸来看的话，你们觉得这些小狼里头哪只小狼是你们觉得最听话的？찬열가아니아니까哦，可能因为他刚刚问我，他说想请问，不好意思，他说想请问一下爸爸的意见，那就选他吧。他也威胁你，对，因为他这样他离得太近，我就给他，就选他，他是最听话的。妈妈呢？妈妈，你觉得谁是最乖的小狼？马里才俊。迪欧啊！为什么是迪欧？迪欧가동생들이나뭐형들도그렇고잘챙겨줘요제가잘못챙겨줄때가있는데가끔가다가근데밥도잘하고근데뭐몰래 뒤에서제가못챙겨준동생들잘챙겨주는것같아요그래서就是妈妈的好助手，妈妈是 Kim。但是其实今天我们来到现场，我们来这边宣传是跟这个新专辑有关系，因为时隔这个一年哈，我们发行了这个新专辑，而且现在我们这首主打歌《Wolf》在网上也是受到特别多这个歌迷的喜爱。今天既然到我们节目，要赶紧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自己的新专辑，还有我们这个主打歌，好吧？好的。那么这首歌其实是继我们的强劲出道曲《妈妈》之后，然后也是一首非常强劲的歌曲，然后应该是可以体现到我们 XO 的一个这种强烈以及比较性感的魅力一首歌。那么其实这个歌仔细去听的话，它其实结合了就是比较流行的 dubstep 还有 hip hop 这种风格在一起，然后可以说是非常强劲的音效，然后也是很强劲的节拍的一首歌曲。对，其中那个他们有描述童话性的叙事方式，一种新鲜的方式听听众，其中他们的歌词比较新奇，也是一种欣赏量的。那其实这个 MV 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哈，我们就是在整个 MV 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个很特别的一个造型，现在大家都会在猜说这两个造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跟现场跟大家解密一下。那个呢，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一棵树，象征着一棵生命之树。对，然后这个 ID 应该是我们的编舞老师，美国的 Tony Test， 跟他是有关联的，他是。因为他是帮我们来编的这个舞蹈，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生命之树的展现也是可以说是另外一种从欣赏方面的亮点。对，所以我们这个 MV 整个MV 大家看下来之后，好像大家有提出一些疑问，好像剧场版要出了，大家对这个剧场版当中人物关系啊，还有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也有一些好奇，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透露了。드라마타이즈는저희가첫연기를하는데했고그리고비밀리에저희가촬영을했기때문에공개를할수는없고팬여러분들이많이관심가져주시고또사랑해주신다면빠른시일내에나오지않을까싶습니다所以现在也有这个上线的日期，要跟大家见面的日期已经定了，大家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最终版？여러분들이사랑해주신다면빠른시일내에공개하도록하겠습니다不要靠大家的念力，对对，大家越想越多，越想越多的时候，他就会越快就跟大家见面。但其实现在这个专辑的预购已经好像是达到了30万张了，对不对？厉害，然后我们现在也很多的网友在网上听到了这个新专辑的一些歌曲了，而且我们的这个歌曲基本上都跟大家见面都曝光了哈。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新专辑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喜好，自己比较偏向于喜好哪一首歌？哎，默默把话筒递给他。저는수록곡인 Baby Don't Cry 라는노래가제일좋은데가사를보시면인어공주의이야기가고스란히담겨져있어서정말가사를보고또멜로디를같이들으면정말그인어공주의아픔을느낄수있을거예요其他的人呢네제가제일좋아하는곡은블랙펄이란곡인데요네블랙펄내용이여자를찾아바다를항해한다는사랑한여자그런내용인데제가캐리비안의해적이라는영화를좋아해요근데이영화야이음악을들으면캐리비안의해적이생각나서이음악이또그렇게좋을수가없네요어所以你会喜欢皮肤比较黝黑的女生想想一下피부가까만여자도좋고하얀여자도좋고 다좋습니다只要是女生就可以了，皮肤什么颜色没有关系是吧？我爱你。好，其他人呢？你们还后面有没有谁对那个？네저는저희이번앨범수록곡중에서추천하자면마이레이디라는노래를추천해드리고싶어요일단은그마이레이디는저희의첫티저에나왔던노래죠그노래내용을보면은이제
한 소년이 소녀에게 고백할 때 그 감정의 설레임, 짜릿함, 그런 스토리를 나타내는 노래라서, 그리고 또 저희 멤버들의 달콤한 보이스를 또 느낄 수 있는 노래이기 때문에 저는 이 곡을 추천해드리고 싶습니다. 像你们十二位应该是女生跟你们表白的比较多吧，还是说你们有主动出击的时候？ 그런 게 없이 마음이 맞는 상대라면은. 居然有这么官方的答案。 저 개인적으로는 누가 먼저 다가가든 상관없을 것 같습니다. 只要是喜欢就可以。但是刚才我们推荐这么多的歌曲，有没有就除了你们喜欢之外，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清唱几句？我们派几个代表来给我们清唱一下你们最喜欢的一首。 Baby, don't cry tonight. 当黑夜再次亮起来。 Baby, don't cry tonight. 여기까지만. 이제 나머지는 저희 이번에 앨범이 공개가 됐으니까 응원해서 꼭 찾아서 들어주시기 바랍니다. 其实刚才我们除了听到特别好听的这个歌曲之外，我们这个 MV 和这个舞蹈也是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哈。这次的舞蹈也是非常的强劲有力。刚才 Chris 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其实说几个动作，然后让网友可以学一学我们这个舞蹈的一些几个重要的 point， 然后比如说他们应援的时候也可以和这个动作跟你们一起来呼应。首先嘛，是狼嘛。 狼想到什么，他居住在哪些地方？森林和山洞。那么一开始我们那棵生命之树，也就是能够表现出啊狼在这个树群里，然后左边互左互右的，然后出来表演，然后体现每一个狼的不同的特色。然后第二个是山洞，我们会做很多那种山洞的用这种直角做出山洞的那种动作，然后让狼从这里出去，这样。然后还有，当然狼因为要表现狼的样子，对吧？肯定少不了牙齿。 爪子，所以一定是这种动作是绝对会有。所以现在由我和开和诗勋来为大家展现一下这里面的。欢迎三位给我们展现一下我们的舞蹈。我是 Wolf， It's a Wolf， 啊呜！哇哇哇！分解一下动作，那几个重点是需要大家抓住的。방금 이 안무에서는 이 동작이 있는데요。이거는 늑대 길을 네, 나타납니다. 네, 그리고 그 다음 동작인 아우 하는 부분은 네, 늑대가 우는 부분을 나타내므로 네, 저희 안무야 아주 적합한 안무가 아닐까 생각합니다. 한번 배우실래요? 所以我要跟他们学一下吗？ 하나, 둘, 셋, 야, 我是 wolf， it's a wolf。 我下次等学了学做一些准备，我们再一起来跳。谢谢。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简单的，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支舞舞蹈里面特别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个动作。那对，行。这是外面的你，成为我的爱，我的爱，我的爱，我不要再逃避，再逃避，再逃避，我。哇！好看，好看，好看，谢谢，谢谢，谢谢，赶紧说，谢谢，要不然就让我跳了。谢谢。 所以这个狼就是你们通过这个舞蹈接触的这个动物。那平时私底下你们有自己喜欢的小动物呢？我就比较喜欢鹿了。哦，你喜欢鹿，因为你姓鹿是吗？对。这也太直白了吧。其他的 Chris 呢？愤怒的小鸟。小鸟。那是一个卡通的动物啊，所以你们私底下也是喜欢玩游戏的人是吗？저희 게임을 정말 즐겨하는데요. 네. 즐겨하는 이유가 복불복 게임을 하거든요. 네. 뭔가 저희가 밥을 먹거나 뭔가 설거지를 하거나 네. 그런 걸 할 때 게임을 통해서 진 사람이 하기로 되어 있어요. 그래서 네. 저희가 게임을 즐겨서 합니다. 그럼 뭔가 우리 쇼에 오늘 오늘 이 게임 님은 또 뭐가 있어요? 보고 보고 있어요. 지금 저희가 자동차에 탈 때 맞아 맞아. 자리가 불편한 자리가 좀 있고 편한 자리가 좀 있어요. 그걸 위해 저희가 가위바위보 게임. 네, 저도 제일 쉬워. 네. 저요.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你中间隔了一年哈，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那这一年当中，其实歌迷、粉丝也都很关心，说这一年当中你们都在忙一些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네, 저희가 마마 활동을 마지막으로 끝내고 해외 프로모션도 많이 다니고 그리고 연말 시상식에서 저희 엑소만의 특별한 무대도 많이 하고 그랬는데 이번에 늑대암녀 앨범으로 저희가 다시 돌아왔잖아요. 네, 팬 여러분들을 위해 정말 저희가 열심히 많이 준비해서 멋진 모습을 보여드리기 위해 네. 준비 많이 했으니까 저희 엑소 많이 사랑해 주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그래서 여러분들 꼭 많이 지지해 주세요. 이렇게 用心的这个作品啦。然后刚